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Every table tennis player has a memorable and unforgettable childhood. Malone's is the same. Today I present the trip of Malone come back to his hometown. He quit his hometown at the age of 11. The documentary is made by New York Times Travel Magazine, translated by Malone Family Club.是不是你知道原来那试体校那个地方，就体育场那边吗？左手是那个。现在那体育场已经没有了。对对对对。四体育场没有了，现在就有鞍钢体育馆了。啊，那我就不知道。左边。那你要是说。应该不是说那个大馆，说的不是大馆。四体育场，我带你去转那个。对对，就是试体育馆对面原来是试体校嘛。对对对，那个已经扒了。啊，这试体校也扒了是吗？记忆啊，那你住在这儿吗？小时候肯定住在这儿。嗯，现在记忆觉得最主要还是上学打球，然后相对比较单调枯燥一点，在小的时候还是，但可能更多时间能够跟父母或者家人这样的亲戚会有大家的这种感觉，不像出来后来出来可能更多都是一个人或者跟朋友这样。这个就是那个体育馆那条道，对面那楼就是以前那老体育馆的原址。那边，这地方我记得应该再往那边。不，全改建了。对面那个现在盖楼那块就是原有的体育馆，就是足球场地。对啊，你再往前应该往左是原来那个鞍山市体校，好像是。往左那边就是那个湖了。现在这个楼的往左就是湖了，这地方这两边。原来最早那个体育场在哪？就是现在盖楼这个正在盖楼的底下。就是那个老体育场那个最早最早打足球的那个、嗯、啊对对对，一条转的路，然后你上去往左，嗯，好的。可能我所知道的乒乓球有很多的水管也都是从鞍山出来的，特别多，99年吧，当时11岁离开鞍山，然后01年来的北京。在外地比在鞍山待时间长，记忆中还是最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鞍山那种比赛拿到冠军，小的时候这种冠军我觉得还是到现在都会有印象的。我记得最早我忘了几年那时候拿冠军好像还有300块钱奖金呢。对，原来就是这，原来就是这个卖体育商品里面是那个体育场体育馆，这里头现在还有一个那个网球馆，那你肯定还是原来那个体育馆。对，那里头是游泳的。那时候我记得我说上回说那拿冠军300块钱就在这边吃，但原来当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就你给我300块钱我都不会花。这青少年原来其实现在变成青少年中心了，活动中心。原来这里进去是那个。现在就这么一个这个楼了。嗯，那就全拆了。那可以走，嗯，走吧。咱一会儿回酒店。原来应该就从这里进。小时候这种苦更多是身体上的苦，可能累，就身体上的，真正心理上或这种不是很多吧，更多是哎感觉哎练不动了或者这样的。但你这种你要是热爱的话，你感觉这种还好能坚持，但可能长大了更多是面对输赢或者比赛这种失败啊，这种东西多了或者压力更大了以后，
这种可能更累的，有时候心态上这种累。待那么两三天就走了哟。其实你在这儿让我再多待两天，我都感觉无聊了。有一次回来的时候实在无聊，出去你也人多，你也不想去，在楼下那跑圈吧，在楼下跑步。责任心算是比较强的了，就会感觉压力会越来越大了。因为你之前赢完以后，别人再到现在，人家对你这种期待或者期望值会越来越高，就觉得你应该拿冠军，自己也想打好，就会这种无形压力会比原来要大。12岁，我来自辽宁鞍山，打球7年，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14岁，我打了7年球，我打球9年了，来自鞍山，刘振龙，娄世坛，我最喜欢马龙。